首先哦，首先要知道说自己的资料在什么位置，自己的资料就是例如说你的电脑的 C 碟底下有一个什么课程，然后台北市时下登录，然后这里面我们这个资料很多，这边总共哦有26个资料，然后这是第一个资料，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假设用那个 Excel 打开来看一下，可以发现它有28个栏位，28个栏位。那这个28个栏位呢，第一列跟第二列都是标题，所以到时候我们读入资料之后，必须要把第二列这个英文标题拿掉，好，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用中文的栏位名称。那我现在就关掉喽。那这么多的资料要一口气全部带入到 Power BI，可以用那个取得资料里面的资料夹。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打开桌面上的这个 Power BI。那因为我们这里面拿到的资料是实价登录的资料，好，我总共有几个不同的主题，然后因为这个实价登录资料可能会比较偏商业买卖，好，因为是不动产交易嘛，所以那可以看到一些商业智慧。商业智慧呢，在这边那就要去思考。哪些商业智慧是我们可以做的？好，这是等一下要再讨论的。那首先我们先把资料取得进来，所以常用，点一下常用，然后取得资料，取得资料点下面这一块，不要点上面这一块。下面这一块点下去之后，它其实有很多选项。好，那在这里面。我这个因为是简体字，所以跟它不一样，可能要重装一下。重装就不用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其他，因为这里都没有看到资料夹嘛，所以点选其他。其他之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里面，档案里面就有资料夹了。这文件吗？然后点选连接，最下面这个连接。好，透过这个浏览按钮呢，我们再去找到自己的资料。我的资料是放在，因为我有一叠，然后选到这台北市政府，然后台北市实价登录，确定。最后就点确定。那因为这边有合并跟载入，那如果是一个档案，当然就是载入。可是我们有好多个档案，这边可以看到20多个档案。所以我们要选合并，下面这个合并并载入。然后最后就点这个确定就好了。因为刚好它都不是乱码，所以我们点确定，要合并档案哈。合并并载入。他刚才，小王奶奶右下角四个按钮不太没有合并并载入，所以他是第九。这个。
第一个。只是当然不叫合并，我们这边把 union 翻译成合并，它叫做组合，最下面那个，下面那个，加载对吧？什么奶奶你那个是，是这样子发是不是叫组合并载入啊？并加载。好，对，比如说我们叫载入，载入档案嘛，他们叫加载。好，直接按确定了，按那个黄色的。好了，可以。那你有没有看到右边有很多都是就是不正常的情形？像例如说 column 一，你也不知道 column 一是什么，对不对？column 十、column 十一，我们都不晓得，都不晓得这些的话，你到时候根本就不能分析。好，其实它的内容，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最左边这个叫资料。我们的栏位呢，什么 column 一，它其实应该可能名称啊，应该叫行政区；column 二可能就是房地产别，然后 column 三可能是一个地址或地段，好，以此类推，不是 column 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调整？好，调整变成正确的那个栏位名称。所以点选常用，常用最上面那个常用。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转换资料，转换资料。那转换资料，转换资料在这个地方左上角，左上角这一个地方，它有相关整个栏的一个控制，我们叫枢纽。枢纽在这个枢纽里面呢，可以选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这样子栏位就变成正常了。好，那这个资料清理，现在做的这件事叫资料清理。资料清理要做很多事，像例如说，这个是文字，好，所以没有问题，这也是文字，这个文字。那你稍微往右边看一点点，这边有一个叫做总面积平方公尺，这个是数字才对呀，这个应该是数字嘛。有什么9.97、16.27，好，然后这边有很多的数字，它靠左对齐了，它跑去左边，那代表什么意思？数字文字化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就是把它恢复变成数字，不然那个这很像就是说那个9.97文字加上16.27文字是不能加的。就像王晓明加上李大山，加起来是不知道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成是数字，它到时候才可以真的把9.97加16.27，怎么改呢？转换，来点一下转换 然后接下来，应该是要先点这一整栏啦，应该要先选到这一栏。因为它是一个面积平方公尺，所以点那个栏，然后点转换底下，把资料形态文字转成数字，所以要选择小数。它叫什么？数据类型本文变小数，对吧？哎，其实都，反正就是因为大陆人的一个说法，跟我们说法都不太一样。要更改类型，替换当前转换，对，所以点这个小数，对。点下去，然后他说变更资料行类型，我们叫资料行就一整行，是。好，取代现有，点下去取代现有，他就把它转换了。那这边要特别强调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里面会有 error，
为什么会有 error？ 因为它刚刚是一个英文字，英文字怎么可能转成数字？所以它就变成 error 了。好，所以可以在这边做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错误啊，通通移除掉。移除就是删掉。那这边它删除都是用移除这个字眼。好，点选移除错误是点到这一个栏位哦，整个栏位里面只要有错误的都把它移除掉，所以点移除错误。这样就把那些什么那个英文标题全部都删掉了。那像这个叫交易日期。交易日期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民国102年10月7号 ,102 年10月14号。那可是这个民国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套软体的日期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做连续型分析资料连续型分析的时候几乎都是用到日期，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日期改成西元纪年的方式。所以在这边它提供了等一下，我们先把数字先改完好了，这个不要动，这个是日期，先暂时不动，因为后面还有这个叫做总面积平方，面积一定是数值，一定是数值，好，所以点到它再做转换。这个来去做文字转换成小数。好，然后这几房几厅这我们就先不转了。还有两个一定要转。总价元转换成整数。总价元还有单价元平方公尺也把它转换成整数，因为这两个是我等一下要做计算的。平方公尺吗？对，转换成整数吗？对，好。可是他这边写了一个单价元平方公尺，我们一般都是讲说一平多少钱，没有人去讲那个大陆他是用元平方公尺，可是我们是用元平，就是一平多少钱。所以呢这一行我们又必须要再透过资料清理工具，像这一套就是资料清理工具。这一套是资料清理工具，不是 Power BI 哦。Power BI 是视觉化工具，这一套叫做 Power Query 编辑器，它是资料清理的工具。然后这个工具里面，这个工具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来去衍生出另外一个叫做单价原平。好，什么叫单价原平？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比较快的做法，因为一平方公尺等于 0.3025 平。好，这是单位的转换啦。一除了 0.3025, 我们就会习惯说，你看像例如说台北市的那个地坪啊，一平3960元平方公尺，人家听不懂。可是你要跟他讲说哦，转换成元平的话啊，一平10万，人家就会听得懂了。因为听到4万块，怎么可能台北市一平这么便宜。好，那我们现在来去做新资料行。新资料行。最上面。第四个。
一定是第四个。它叫什么？它叫添加列。啊，对啊，新增资料行啊。好，然后一二三，第二个，第二个自行，制定资料行。那把账号名称改一下，像我就会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做单价原品，就是一瓶多少钱。那这个怎么计算呢？这个的算法就是我用单价原平方公尺，这边快速点两下，也可以打英文。哦，没关系，我确定哈。这个单价原平，这个卷轴拉下来，快速点两下这个单价原平，然后再拉回去。它是单价原平方公尺。对对。对，单价原平方公尺，快速点两下，然后拉到上面，拉到上面，对，然后除多少？ 0.3025， 拉到最上面哦，再去输入，这是我觉得它设计比较不好的地方。然后就可以点确定。他刚才没有点，林佳宇，然后他刚刚点那两下，他就出来了。他刚才那个隐藏掉，要点两下，0.3025，他这边会跑到这里来，只是刚才画面隐藏掉没有看到。除以三点，0.3025。好，慢慢输入。0.3025，好，然后点选确定，这样我们算出来的这一个什么46万啊13万啊，这个数值是比较是我被我们看懂的，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好，那就是台北市一坪有个40多万之类的。好，我们那个日期，因为其实我们要去做文字的转换，数字的清理，还有日期的就是修改。举例来说，什么民国日期，我们要转成西元，那怎么做呢？在前面拉到前面去，这边有好多日期哦，那我就先讲一个叫做交易日期，找一下交易日期。交易年月日。对，交易年月日。因为这个交易年月日哦，我不喜欢去动别人提供的资料，所以我都会把它透过复制资料行再复制出来。所以你用滑鼠右键一定会看到一个复制资料行，点下去，它就会产生列还是复制资料行？就这个吧，按右键。然后第一个复制就好了吧？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用过简体。您再做一次，我看是第一次。刚才那个滑鼠右键复制资料行， okay， 好，你就算第四个。第四个。OK。啊，不对，那第五个了，那是删除了。第四个重复列，试试看。因为你这个语言可能要改是你的作业系统啊，你这个语言可能要改的是你的作业系统，哦，很麻烦，不然我就直接帮你改了。好，就是你的中文是用简体中文，是，对，
换句话说，要把它改成 Windows 十的语言要改成繁体中文， okay, 它就会变成中文了。OK， 没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哦，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因为你要知道说这里面年月日是民国嘛，那民国如果是99年，它会变成99年，例如说10月7号，会变6嘛。那如果是100年以后，它就会变成7嘛。所以呢，我们会把它去做所谓的分割，我先切开，变成年，变成月，变成日。分割资料行有好多，这边有一分隔符号，一字元素，一位置。那我选择是一位置，最好是依照字元素好了，来试试看。按照位置。我这边先把它从最右边切两个，最右边切两个，我用的是这个叫字元素，一字元素。或者是看那个图示，好，分割资料行那个图示，从最右边，然后字元素是有2，就从最右边两个字把它分割开来，这就是我们的日了，确定。就是你去，不是这个，它是右键第二个，然后右边，对，然后这边是2，确定。好，这边其实切最右边那两码被切掉，变成其实就是我们的日。那接下来我的习惯是，我就直接先把它重新命好名，叫做日。那这一个还要再切，这一个栏还要再切，所以滑鼠右键，然后当我现在想切的时候找不到，有没有看到？找不到。你们应该找不到吗？对，好，刚才那个在常用底下，就是你先点到这一栏，好，然后常用，然后再选分割资料行。好，为什么？这一定会有学生问，为什么刚刚在滑鼠右键里面没有？好，点它。然后一字元素，就一样的做法，然后从右边再切两个出来，这就是月。为什么要从右边切呢？因为是避免99年，因为里面它虽然交易是从103年开始，可是很神奇的是里面就是会放99年、98年的资料，可以了解哦。好，我这样切，98+11不就好了吗？不是，你要是从左边切 ，OK， 有的要切两码，有的要切三码，对吧？你光写这一段程式，我就可以一个小时没了，然后全班可能有一半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可是如果我现在我先切出来这个日期面，我先切出来日，再切出来月。Okay， 那剩下来不就是年了吗？日月都不会有例外，因为都是两码。对，那年会有例外，就只有年，那就
把年最后切出来就对吧？就不用去 OK， 年对。那我们写程式，是我们写程式可以， yeah. 绝对可以，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有天分，是就是要学太多东西了。然后呢，微软公司他就很好心的就做出了这个叫做 Power Query 编辑器，可以很快的就帮我们做完所谓的资料清理。资料清理要写一堆的程式。好了，我要再继续讲了。OK， 这个叫做月，月，所以重新命名叫做月。这个是月，日，然后这个是民国年，一定要写民国年，因为我们讲的年都是指西元，所以这个民国年一定要特别写清楚，这是民国年。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了民国年，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变成叫做西元年？这个是我资料清理只讲到这边，暂时只讲到这边，我就不再多讲了，因为还有很多，尤其是那个地址的清理，那是很重要的。好了，那现在我要把民国年改成西元年，怎么做？一样做法就是在新增资料行，好，点一下新增资料行的制定资料行，然后我的名称叫做西元年，第四个什么功能里面功能，然后第几个呢？第二个。第二个。名称输入西元年，或者你打一耳都可以。那下面这个制定，这边这个制定，好，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游标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好，这个卷轴要拉到最下面，会有民国年，快速点两下这个民国年，然后再拉回去，再拉回到最上面。哦，你也可以拖过去就是了，然后记得要加1911，直接打一个加1911。然后点选这个确定，像我们西元年就全部都做完了，然后把这个西元年搬到月的前面，按住它拖曳就搬过去了，就是一定要先放年，再放月，再放日，要按住栏位那个按钮，然后直接拖往左边拖曳。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三栏哦合并起来，就变成一个叫交易日期了。好，所以选 D
第一栏就是西元年，然后再选到日，就是血宝剑按住。这样我就选到三个了。点太多了，从西元年再次从。对啊，这样没错。就三个，对，三个，然后呢？对，然后这边新增资料行最上面那个功能标签第四个，然后有没有看到合并资料行？这就很难算，什么从文字上面只有这个是亮起来的。合并资料行点一下，然后。这边分隔符号请选制定，那我们的分隔符号日期的话都用斜线，时间都用冒号，所以这边只要输入斜线就好了，然后点选确定。这是自定义的，没有办法一样。还没做完，最后一个动作一定要特别注意。日期啊，日期中间分隔符号是斜线，然后选到这个已合并，选到这个就是你合并出来的新的栏位，我们要去做转换，来转换一下变成日期。就刚刚我们是数字嘛，把文字转成数字，现在它就是要转成日期了。档案在。在转换里哦，在转换里，然后，然后你去找资料类型，要把它改成日期，日期，光是日期而已，对，它本来就是日期啊，因为刚刚这边是 A B C， A B C 它就不是日期，这个有一个 calendar， 它这才是日期，好，可以哦，我们资料清理暂时介绍到这边。所以这个转换，这个常用，请点常用。然后第一个功能，第一个叫关闭并套用，关闭这个 Power Query 编辑器，套用给这个 Power BI Desktop。所以点第一个，关闭并套用。小王奶奶，我刚看你这个选刚合并之前选的是民国年啊，变成合并的栏位变成民国的，这就是西元年。这前面，哦，2013在后面。对，学长您的在前面，我是不是？刚好在前。在前面，2013。没关系，没关系，反正他已经。被定义为是日期就好了。关闭并套用。好了，那这个答案我就先把它储存。对，先储存到。先存起来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要开始来画图了。要存起来啊，已经存了，我刚才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哦，就是说，针对这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的仪表板，仪表板上面就是会画很多个表，画五个表、十个表、二十个表，都在这张仪表板上，所以我们就称之为这把很多表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张表叫做仪表板。好，那我们这里面呢，通常我们要画，我们要做这件事，总会有一个主题。我想要去做那个剖析台北市房价，好，房价这样子的一个大数据分析。所以我第一个，我当然会先放一个文字方块，台北市。那个，例如说，不动产交易买卖，
智慧。所以我会把这个字啊稍微放大一点，方便别人来看。是，那反正就是文字方块了。你可打可不打，反正就先做一个文字方块。对，那通常我们那个随便打几个字啦，打字不是上课的重点。我们接下来因为是要做台北市不动产交易嘛，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会先做一些描述性统计，例如说台北市有多少区，因为大家一定会想要问说。最高地价是在什么区，对不对？类似像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先用卡片在这里，这个一二三卡片，点下去卡片。好，我们有多少个行政区？那所以你在这边，你就要找到行政区。行政区它叫做什么？这个乡镇市区，乡镇市区，点下去之后，它会出现士林区。都是用打勾的。OK。对，不要用什么点一下点两下，是用点那个打勾那个这个前面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出来是北区？没关系，这边你要知道说，这刚刚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去做视觉效果选卡片？下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是叫栏位。第二个叫做格式，第三个叫分析。好，我们针对点进去，就是放进去的这个栏位。好，我们不是要去放那个名称，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有往下的三角形跟叉叉，它有些选项可以让我们去做选择。例如说，我要放的是技术相异，因为总共出现多少次，而且说。出现一万次士林区，它也只算一次，这就是技术相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12个行政区，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倒数第二个技术是吧？技术相异。再往上，倒数第四个。一定有一个刮胡。啊，刮胡非常酷。哦。十二个，对，你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好，我觉得你干脆算第几个好了，是，这样可能会比较，因为那个大陆习惯用词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接下来，那我们有12个行政区，我们重点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地价，对不对？我们会在意的是一个房子多少钱，那我们的计算的依据是一定是用平嘛，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台北市的
平均地价是多少钱。好，所以我们点一下它，点一下空白的地方，一样在做卡片。因为平均地价，平均地价要用什么？单价原平，刚刚我们算的单价原平，所以先把它打勾。单价原平打勾。你是用卡片，这个是卡片，跟这个是一样。单价总价嘛，对吧？你刚才新增的那个单价，再往单价原平放。你刚才是单价原平，是单价原平方吗？你刚才新增那个，我不知道你打错，我是打单价原平。哦、oh, ，OK， 在这里，在上面这两这个啊、哦，单价原平方。为什么这个不正确？不正确，不正确。好，我们来看怎么修改。好，你看哦。你看这个单价原平，单价原平它变成是 ABC123、嗯、ABC123 是什么意思？就是文字，文字数字、嗯、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去做修改，来，请点常用转换资料，好，你看最右边，卷轴拉到最右边，转换常用底下转换资料，常用底下这个转换资料，哦，转换数据，对，他们习惯把资料叫数据，点这个叫转换数据，对。然后拉到最右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单价原平？它这边呈现的是什么？它这边呈现是 ABC123， 所以我们要把它转换成我们读得懂的小数。所以点选转换。转换，然后我们把它改成小数。然后它这边就变成 1.2 了。我要的是这个 1.2。好，然后接下来就用常用关闭并套用。常用，这第二个功能标签。然后关闭并套用第一个功能。这样我们可能要上到12点，可是我时间已经结束了，我今天有排定别的事情，因为现在10点，那我接下来我只能出功课了，因为今天又比较晚开始上。我们再画一张图，然后写知识，然后接下来我就只能出功课，你就变成说你要做出来一些东西，不是他哦，他不用做。我要重新复习。那我会有影片，这个、我会有影片，然后关闭就好了。然后这个数值哦，这个数值现在要改成平均。现在要改成平均，就是单价原平这个卡片，我们必须要改成这个平均。田老师，您再讲一次。
就是这一个，这一个，他刚刚在栏位那边不是出现零了，要记得把这个栏位改成平均，因为我们不是要把那个单价原平均加起来。好，他刚刚用了一个好像是最小值吧，然后我们要把它改成平均，这就是台北是一坪多少钱。我其实也可以大概跟你们分享一下，台中一坪哦，全部这样算起来大概17万，桃园大概一坪16万，那台北这边62万，六十二万，这是62，稍微拉大点，千623个千就是62万。刚才是本来是零，嗯哼，你这边之后在这里。那是我们通常哦，我们通常要去看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举例来说啊，台北市的地价，地价就是这个平均地价哦，是不是在逐年上升还是逐年下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它很重要？这跟经济有关。好，这跟经济有关。对于台北市政府来说，因为这些来上课的人是台北市政府的一些，不管他是在哪一个单位嘛，那你觉得他们会关心的是什么？这个地价上升，地价税是房屋税是，这都是地方政府在收的。是，所以如果交易次数变少了，或者是地价下降了，它课税一定就会减少。所以站在台北市政府，他们会希望知道说，这个地价呢，逐年上升，对他们是好的。好，那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好，点一下它，点空白地方，我们要开始画图了，来画台北市各年的房地产交易的那个单价原平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那首先我们最常用的是群组直条图，因为这是最容易让人看懂的一张图，所以我稍微先画大一点，稍微先画大一点。这一个群组直条图，我们分成下面的是 X 轴，上面就是单价原平 ，Y 轴就是单价原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交易日期。我刚刚可能没有把它改成，没关系，我就暂时先用这个已合并。这个日期一看就看得出来，它很特殊，它前面会有一个日历，日历只有它有，因为刚刚我们只做了这个日期，好，它就变成 X 轴了。那接下来我的 Y 轴就是它会自动，我们做的是这个群组直跳图，它会自动把日期放到 X 轴。那 Y 轴的值，我们当就是勾单价原平，所以请勾选单价原平。单价原平。它现在画出来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都还有交易。前面这边有交易，在大数据的时代哦，我认为只会有那种错误输入，可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就是离群值。你不能说，例如说1900年可不可以交易？可以交易，可是你要如何证明这一笔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是人家输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会去请那个拥有这个资料的人，例如说内政部在管这个实价登录的，他们才会有这个纸本资料要去比对。
这样可以了解。可是为了我们现在的计算方便，我们就先不看这个，这一年开始，就是2012年之前的，我们先不要看，因为大部分都资料都集中在这边嘛。嗯，所以我们就先把，就说我们到时候就讲说，我们的实价登录是从2013年开始计算到，例如说2019年之类的。好，那这边有一个叫做年，这个筛选底下可以把2012年之前的都先不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点这个年大于多少？ 2012， 这样图就漂亮多了。但是还是要记住一件事哦，其实也可以看2010啦。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要记住一件事，我们一定是要去看平均单价。把这个年2012之后套用筛选。哦，套用。要大于。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值修改，这个栏位上面这个值一定要改成平均哦，你不能用加总，我们一定要用平均。可是我的图就跟你不一样。你把这边改成2010好吧？2010，然后套用筛选。不是，因为2010、2011、2012有不多，只有两三笔。可是原则上，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哦？这个，我要特别讲的是说，资料清理很重要。通常我们会看到视觉化就决定要不要清理。请问一下，这一年一定有问题。怎么可能从64万直接2012年变成81万，对不对？就代表说这中间一定有问题。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这件事。好，不过这两年先不要看，这两年先不要看。所以请把它改成大于2012。好，直条图很容易看得懂，可是当它今天数值很大的时候，你基本上看到是一条什么线？是一条水平线。了不起，我们会讲说，就是平均地价在发生震荡。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它改成折线图，哎，那你就可以比较看得出来了。点这个折线图，所以你会说这几年台北市的地价在怎么？哦，上上下下的。不是上上下下，在往下降。往下降。怎么看呢？这个其实这边我们会透过趋势线这个辅助工具，这个。嗯。这个叫分析，然后趋势线加入。可是我觉得这种图这种斜线，我们通常会讲说，我们从640到多少610个千，也就是下降了3万，这样可以了解哦。好，通常我会透过这个文字方块开始写知识。就是你一边在做，你一边要写这种知识。举例来说好了，台北像这一个，我就直接写给你看。好，我就会写一台北市那个地价，原平逐年下降，
可以吗？你当在写那个更有更多时间，你要写得更完整。例如说，从2013年的64万至2020年的61万，可以吗？好了，这是知识。好了，在座坐了30位的专家，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问他们一件事？这是个事实。不是，这就是事实啊！你现在，除非内政部给你的资料是假的资料，好，这就是观察到的现象。好，那所以请问一下，我们可以请大家集思广益，要来去想，我们现在地价下降，平均地价下降好不好？不好，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说它可能会减少我们的税收，还有这跟经济繁荣是有关系的。然后是什么原因造成？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追问说，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是我们时间很短，我们没办法去知道这件事，这就可以请学者来去做研究，对不对？这很重要嘛。可是，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来去思考如何把地价上升，对吧？那是房价还是地价？因为这边它有房地、土地，所以，还有车位都有。利用地价来产交易。对，只是等一下要分很多项目来讲，例如说房地产，我们就专讲房地产。只是我另外一张我就有画很多，只是我现在我只是要讲说，这就是一个程序。这就是一个程序，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吗？我的意思是说，还会有第二张图。例如说，好了，假设第二张图我就分行政区，我会知道说前三名那个地价最高的前三名是哪三个。好，接下来呢，他们有没有在下降？因为整个逐年都在下降，那是不是每个行政区都在下降？跌幅最多的那个三名又是哪三个？房价最高的跟跌幅最高的，然后接下来为什么他们会跌？这些都是要变成先，至少你会先看到这些，然后都写下来的知识。这样了解要做什么事哦？就是应该要看行你政区，你各行政区呃。看，我，也不只是行政区，像北投区就很大很大。对，那可是我们要看的还不止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么专去看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只看房地产，因为可能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所以你看我在这边我做的这一个，我还切那个地段。我只能切到那个路跟街，之后就不管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将要去做那个认识台北市的那个房地产，那这个不动产交易的话，我只锁定那个房屋交易买卖。所以，你不能就直接讲说，哦，台北市那个地价在跌，就没有了。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在家了解这几件事，就是大概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地价它在逐年下降，这刚刚看到的嘛。好，它其实在下降，可是，这边有很多种类型。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能够去讨论的，你看哦，像这边透天厝，
可是台北市，像你们住台北市，你们不太可能去买透天厝，那是太贵了，所以我们不要管。好，那通常我们会研究什么？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办公商业大楼，我们也不要去管它。我们管的是有住宅大楼，这是11层楼以上，然后还有套房，这个可以管。你看一下哦，你看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这几年都还在涨，这套几房年都不还是在套房，涨，不是那个住宅大楼11层以上，它在涨哦。好，这个应该代表就是一个新大楼，现在你新的大楼不会在10层以下。好，那么10层以下应该都是旧大楼。好，然后接下来套房。套房几乎都是新的新大楼，那这边所指的套房它也在涨，这边都有高上去，有看到哦。然后这个叫做华夏有电梯，但是它在10楼以下，它这样规定的。好，它在跌，它在小跌，有看到它在小跌，而且逐年在小跌中。那这个叫公寓。叠的更多，没有电梯的叫公寓。我的意思是说，我刚刚是不是讲了几个知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住宅大楼11层以上的套房，这两种形态的，就是跟我们住有关系的，它在涨。另外的那个10层楼以下还有公寓，它在跌。如果要买房子的话，至少这个知识写出来，我们可以写什么？我要买房子，我当然要去买，就是说那会个长的，会涨的，我不要买那个不会涨的。可是不是每一个区都是这样子哦。可是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区都在比，所以我到时候我就会请大家，就是就分，例如说30个人，就是3个人分一区，3个人分一区，他们自己去看。这一区里面的什么它是在涨，什么它是在跌，这样了解我的意知思道。哦。好，这些都要变成是知识，可是你就是要做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去比。举例来说，我的房地产嘛，我们主要在看什么？还有街道，像还有行政区，像例如说，我就举刚在涨的那个，这个叫做。住宅大楼11楼嘛，好，真正在涨的，像大安区在涨，还有这个叫做信义区在涨，可是中正区就没有在涨，这样了解哦。好，那为什么？为什么可能没办法在课堂上面大家就收集齐？可是。我们就是要去请他们来去想，假设你今天是中正区啊，大家都在讲嘛，就唯独中正区跟这个松山区在跌，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让这两个区的住宅大楼成长？那怎么做？我不知道，就是请大家提供意见，这就是一个知识，然后。大家提供出来这个解决的方式，它就会变成智慧。你的工作是给他们一个工具，然后教他们一个用法，然后他们会了之后，从这个里头自己开始把 data 抓出来做分析嘛，是不是当这然，样？是当不然，是？所以说哪里涨哪里跌不是你的事情。当然不是啊，对啊，对啊，当然不对是啊，对啊。啊。所以你真的责任就是，我现在供应你这一个很好的工具，我又教你怎么去用，然后剩下来你要自己开始。从这里起步，开始往里头走。我们的课程名称叫做《大数据分析应用进阶》，所以就在教这个工具而已。这这现个在我们是讲的很是好的初工阶具，哦，这是很好现的在工讲的具。是初阶，可是你要做出来。
这只是你本来就应该要会的事情哦。我接下来要，就刚刚你要先做出，例如说以房地产，因为你看哦，房地产是不是整个台北市？好，我们可以看台北市纵观来去看，看到一些事。可是我们还要切下去，继续来去看哪些区在涨，哪些区在跌。但是你不用全部都列出来，我只要列说涨最多的，假设前三名，跌最多的前三名，对吧？好，那涨最多的，像例如说好了。社会住宅该盖在哪里？因为你涨越多，年轻人就没有钱去买，所以我们站在政府的立场，他就必须要去盖社会住宅，让那个年轻人有机会去买。那他要盖在那个涨最多的地方，还是涨很跌很多的地方，对吧？这个要平均。不是平不平均，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政策。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要结合到可行性的政策。是。好，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先把这个基本的知识好列出来咯。好，列出来以后，我现在出的，我出这个知识点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你应该很快就可以收集到10个，因为我这边我还有分什么地价。要收集10项，你大概因为你只要一个东西，你会做到10项，你后面我只是在换资料而已，因为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容易理解跟懂的。好，那例如说这边我还有切那个路跟街，台北市不是路就是街。好，这边他写了一个安平，他在什么呢？他在。这个叫士林区，安平路吧，然后它在士林区还是安平街，然后它的店面它卖最贵，士林的店面居然比那个信义区还要贵，这个我是存疑的。OK， 好，那我们来看最贵的一条路，最贵一条路在。敬业四路在中山区，有可能因为中山区在火车站那边。好，然后它一样最贵是店面，这我想都毋庸置疑了。店面贵是有道理。对，那我通常我都不太想要去比店面，我通常不太想要，因为店面对我来说太遥不可及了。那我觉得我假设你因为最多人。遇到问题不是要开店，而是要买房子居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反过来去看一下，在那个平均单价最高的大安区呢，它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它是跌的，这条叫做市民大道三段，它是跌的，然后大安区这个地方叫做仁爱里。大安路，它也在叠的，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事情吗？例如说，在很高地，这个你看都在叠，这其实都是代表不好的，都是不好的。其实我在这边也可以看啦，就是直接把它变成。总计百分比，我就可以去找问题了。例如说，我们来去看，刚刚讲那个房地产在涨的，像例如说住宅大楼11，你看几乎全部都在跌。对不起，我刚刚点错，要点这个住宅大楼。你看大安区在跌，然后中正区在跌，那什么在涨？信义区。像我们这叫什么什么区啊？北投区是不是？北投区这么下面，等一下我把这字稍微放大一点。北投区，
北投区真的很低耶。好，我们看一下，北投区在这边嘛，然后这个住宅大楼11层楼以上的士林区。北投区也在跌，真正有在讲的是信义、中山、士林，而且可以看一下，假设我只看2019年，一样还是只有信义、内湖、士林在涨，北投区在涨哎，2019，那2018、2017之前不好。OK，好，这些都可以写，只我有是一个问题，你这个 input，你从内政部拿来的 input，那这个 input 拿进来的时候，他们是把地价跟房价分开给你吗？当然分开，哦，当然分开，OK，是的，所以他们给的要按那个，他应该给的还是很好的资料，他们当然是啊，他。是。政府的开放资料不会，就是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干净的资料。而且他们给你的资料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资对，料，对，哎，绝对不是随便乱给你一个什么什么资料。所以说这个工具真的是个很好的工具，因为这个没有，工具我们有点，还有另外一套叫 Tableau，只是为什么不叫 Tableau？是因为 Tableau 要钱。那是很贵的一套软体，政府机关买不起。目前就只有卫生单位，像卫福部或者是健康局，就是台北市政府健康局，等于说是卫生局啊，他们有这个经费。知道，是像最有钱的是那个老长照，现在长照非常热门。他们有非常多的钱，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政府说，给很多钱。就是当我们今天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不可能只分析台北市那个，我会再继续进展到，例如说，它的行政区，还有什么路什么街，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有这样才会有机会。去决定说，我到底应该要把社会住宅是盖在，例如说那个比较繁荣的地方，还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在台北市应该相对的已经都没有什么很偏僻的地方，因为捷运都很方便嘛。举例来说，我到底该盖在火车站附近的公园绿地？把绿地变成社会住宅，还是去淡水重新再造一个新的市政？那如果是我会认为说，其实淡水捷运也很方便啊，不要说淡水，红树林站也不错啊。对，然后那个都很适合来去做这些事。其实把绿地盖成房子，是在把脚切掉。但是，如果当你要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取舍。举例来说，到底东部该怎么样去解决一些能源的问题？这个要看长久，因为是，现在人口在下降，所以说你不现是，在。不是，我们通常一个政策不是为了现在，是是为为了了将来。10年、20年。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口的确老年化，人口又下降，你现在的房子看起来不够住，对，10年以后可能就有不是这样子问可题能了。有空房子，对，所以哎，来放一放。哎，可以打开来啊，这个，我去上个厕所。所以这样我要这个开，是个很好的。我要跟你讲那个功课，好就啊，是不是要你做，而是你看嘛，哎，那你先去上厕所，你看哦。那个地价，我们有的就是这个地价，唯一能算的就是那个地价。可是
我随便举几个题目哦，就是因为是进阶班级，所以我们不可能只停留在把这些图视觉化知识做一做，然后智慧产生，我们应该要有要会教到更多函数的使用。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哦，那个赚不赚钱，就假设我在2013年我买了一间房子，三年后我把它卖掉，我到底获利是多少？你听得懂吗？不是，不是，我们现在先来讨论要算什么东西。好，就是我，这是例如。对，举例来说好了，假设你今天你买一间房子。你还没卖掉之前那另当别论，可是假设你想换屋的时候，那到底我在台北市买房子那个投资报酬率高不高，有没有比我存定存来得更高，这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来去关注的吗？到底我该不该去投资股票还是买房地产？我只是想，那我们至少算一下说，假设我今天我在最贵的，刚刚是不是有讲出来？我在这个最多的什么？假设我在信义区，104年我买了一间房子，然后隔三年之后，它到底涨还是跌？那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能比104年的这个信义区的平均单价跟107年的平均单价。它的价差是怎么样？你这样理解我在说的意思哦。好，这是一个。还有像例如说，所以刚刚你讲的那个是我要，不是你要想想，你要开始想我到底要算什么？好好，因为这牵涉到我要教哪些函数。好 ，OK， 就是说我想几个主题，我要探索什么事情？对。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哦？那个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房地产投资这件事。例如说好了，我今天我希望我做出来这件事情，我可以变成一个地图放在展示，让别人看到哦。我应该假设我现在这张图因为网络的关系，看一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会去思考说，哎，这个房地产的，到底升值是一个假象还是真的？等一下，我重新整理。例如说好了，这个升值的地方是在接近的地方，还是分开的地方？就像例如说好了，大安区、中正区、信义区，至少大安区、中正区这边房价都差不多高，那我就可能会选择买在信义区，因为信义区的那个发展是比较，就是房，这个价格是不是一直在涨？我就觉得我现在早买，我就可以到时候，慢慢的追上大安区跟中正区，这就是有利可图啊。这样大概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要去先想说，那我可以分析什么，或者是我可以要去做什么？你能不能随便举一个让我听听看？可是我就想说这些区没有办法去给它地图画，真的是。有，这边都画出来，是我现在没有网络，这张所以，就是地图。我就要点点，因为假设我今天我决定，我你看哦，我这边
你看这边是不是看到大安区第一，第二是中正区，第三是信义区。那假设我今天我钱我想先买，因为刚刚有看到嘛，因为我是要买房子，所以我当时选这一个形式，住我想要买新大楼，然后11层楼以上，然后我可以发现信义区它其实在涨，那我出去投入的钱不要太高，我选择在信义区买。可是不过这有点投入的钱不要太高，然后要在信义区，但是那是因为大安区这边算出来，大安区、中正区比信义区来的高。好，这个是指前景来讲。不是，这是指我完全不懂台北市的，就是你听起来会觉得奇怪，信义区不是应该最高吗？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画出来信义区不是最高。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说，假设好了，我可能因为我是年轻人，那这边的房价跟这边房价我觉得差不多，我会选择买在南港区。那我再看一看在这个里面有没有就是说那个住宅大楼11层楼然后它是在涨的，像例如说40区，那我可能就不会买在南港，我就会选择买在40区。你这样大概理解我要说的意思吧？如果换成是我，住宅大楼一定是住的需求。那其实住的需求不会只是看房价嘞 ，location， 它跟它围环境。我没有交通环境的资料，因为它就只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尝试在做一件事情，例如说癌症，例如说交通意外事故，例如说那个大学用电，什么太阳光能站盖在什么地方，然后全台用电的情形，各地方六都的地价，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可以慢慢把它就是结合起来。举例来说，台北市癌症发生第二，全台湾第二，那有可能是他们检查率高啊？不是，不是，我们算的是初发生率，初发生率的计算，这边就要去问，嘉义县第一，台北市第二，嘉义没有医院，没有这种大型医院，所以坦白说，我们要去问卫福部，为什么嘉义县会第一？但是。对，反正就是你已经想到跟环境有关，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边我们没办法拿到，例如说跟环境有关的，而且它也不提供。跟空间有关。那你觉得跟那个捷运走的步伐速度什么？我觉得，或者是说，我第一个想的至少就是捷运。例如说那个，我再举例，那个全民。健保，或者是说那个健康检查里面，它有一些什么抽烟、吃槟榔什么一些生活习惯调查，你觉不觉得都可以？其实看看说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它不公开，我们也就没办法算这些。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麻烦你去想个三个，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刚刚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你就去算算看。其实我还算了一个，台北市的地价哦，以年来去看哦，这个是什么区啊？中山区。我们刚刚讲第一是什么？好，这个，这是第二，这是，内湖，对不起，刚看，第一大安区嘛，大安区跑去哪了？以高度来说，这边大安区，那这个是中正区，这
这两个我们分别来去看，你们看到了什么？这是它一刚开始都在这边，然后开始上升，然后开始往右边，往右边，右边代表是次数的增加，往上代表平均单价的增加，这个是平均单价。所以你们看到了什么？再看一次。基本上，这两区都在跌，都在往下，都在往下。交易次数减少，平均单价减少，对吧？往右，你不是往右是增加吗？对不起，对不起，它增加的只有交易次数而已。OK。交易次数在增加 ，OK， 但是平均单价在减少。更正一下，我更正。那我们现在在换信义区，第三名是信义区嘛？信义区应该是这个吧？这个绿色。你看它是不是？它从这一年2011到2012整个上升，然后就平平的在这边，就是它的那个。平均单价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它的交易次数在增加，就这样子而已。那交易次数增加，那个只是对于政府来说也不错。对啊，因为有成交就有税收啊。对。但是没有成交，我刚刚您讲的就是那个房价下跌，其实我本来就想说，那也是要看交易次数。对，但是。交易次数比较重要还是？但是你觉得经济，因为房价的上升跟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一个政府他不可能只有考虑到哦，我税收够了，我税收就是有这么多。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次数的影响比较重要，是上涨下跌的。你说单价吗？对，我觉得单价比较重要。单价比较重要。嗯，因为。次数它是跟这个政府拿到税收是有关系的，可是那个平均单价的涨幅，它会影响到，例如说年轻人我买不到房子。我指的是讲政府的税收。哦不，我们要考量的很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今天年轻人哦，现在我们一直在讲说年轻人没有能力去买房子，是因为它单价不是一直在涨吗？可是台北市并没有一直在涨，但到底什么时候涨？它可能已经到一个饱和了，所以它不涨了。所以是因为就是，那个房子都是在比较固定的人，他们不肯释出，因为要有释出。也许。那有人觉得说，我也不缺钱，那房子我也不急着卖，我不想要便宜卖啊。这个是一个心态，就是交易的心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悲惨。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没有想过。因为社会住宅是为了年轻人，因为它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手上一定要没有房地产。嗯嗯。第二个就是5年内不能交易，然后好像有年龄限制。好，那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年轻人来去设定的一个福利啦。不过坦白说，桃园在涨，中立在那个台中在涨。那要不要把人口变化加进去？台北市人口在逐年下降。对，我的意思是说，思考这个房价的时候，把人口变化的意思是迁移。加进去，因为比如说我大概有听看到这些报道，就是像云林哦，尤其是台南的那个什么那个科学园区，那这一两年就是因为工作增加的关系，所以那个迁移的这个工作的人口，有工作能力的这些人口很多，而且都是这些高科技公司，这个会影响他们的房价。嗯，一定是这样的，而且那个影响很大哦。台南，你说高科技人才，啊、因为他们有钱，设在那，对，
是啊，是有钱啊，所以像我妹妹那边，其实那种很就很明显，你说台南嘛？比如说南科，我看到的新闻就是南科，因为。你要知道说像那个台积电不能随便乱去搬家，因为他们用的是那个特高压电，所以那个跟发电也有很大关系。所以我的意思说他不能说好我能不能到新北市来盖，不行。所以我他好像是从那个竹科可以搬到台中，可以搬到台南。因为这几个都有台积电，然后反正就是他那个听说啦，因为他们那个线路什么整个路整都要重新刨过，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是绝对会影响的，你知道那个台积电多少员工，而且那个消费能力，因为那个经济的那个阶层非常高，对，那。啊，这个其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层面了。因为我们如果就讲的全部就是台北市的话，那又另当别论。奇怪，我的这个地图为什么出怪？应该是出的来才对。还有，我刚才就让你们讲到那个路段，路段它其实会台北市，你看比较没有那么频繁。我新生北路。然后我只简单的去切，没有断了什么、那个、断不断不断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知道说什么区什么路它在涨或者是跌就好了。这个只是因为我们买房子，我不可能只考虑什么区，我一定是考虑什么路附近有学校啊，有什么捷运站啊，所以。我才会继续做到这个项目的，什么明水街明水路，反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像什么农安街，就我们这边嘛，哎不是哦，我们是立农街哦，农安街在中山北路。好，所以我当时我在做这件事，我只是想说能不能做得更细一点，因为台北市的房价在跌，但是这几年来跌三万算跌吗？还好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直很认真的认为，不能光用单一个区这样子来看。比如说，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在高雄要帮我爸爸买一个让他养老的地方，第一个我考虑的就是，当然就是好的地段，第二个。交通绝对要方便，那个捷运是十分钟之内到的。第三个，可是我们没有这个资料。第三个一定是要医院，要有大型的医院。可惜也没有。绝对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纯粹用这个的话，它没有办法，有点可惜啊。不是可惜，你要想到就是说，那个你刚刚讲医院是卫福部。是、这个是内政部。哦，你说医院的资料。不对，你要想你的资料来源。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你刚刚说了交通是交通部的事，那个什么捷运啊，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当然，我跟你讲，我们是研究单位，我们希望这些东西都拿到，我们就可以做很好的研究。可是我们不能等到全部都 ready 好这些资料才开始。那个不要说同一个单位都很难去整合资料了。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你有理解我现在说的那个瓶颈点是台湾现在大家遇到的问题。因为说从卫福部，好，那我们去卫福部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提供整个台北市所有医院的资料，说不定会有。可是他就是在卫福部底下做出来的，所以这边又牵涉到不同的部门别，他可能对于台这个字，大小写台又不一样的定义，
输出的档案形式类型又不太一样，反正这都是衍生出来的问题了。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考量点哦，至少可以写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把那个地价资料结合医院，看看说，在医院附近有没有比较让这个地价上升。好，至少每个区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医院的数目有多少，或者三级医院、三级以上的医院的数目有多少，可以加一个这样一个 table 去救。其实你看这边哦，这边应该相对那个路啊、街啊，相对应该是比较乱一点，因为可是我觉得那个医院应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不，对，我现在就要跟你讲。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只要是地址，只能用乱来形容，没有干净的。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哦？就算是卫福部一样都是乱。反正你刚刚说的那件事情可以啊，那你就要再去找找看台北市的医院，应该有。就是医院的数，我们不一定要到诊所嘛，或者。有大型医院或者中型医院都可以，对，医院有分级。好了，好，那我们再来往下来去思考一下，那你要怎么分析？就是我现在已经有，我们不要讲别的什么捷运站出口，我们就只要看说医院，这个医院我是要拿这个来去串吗？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子比较。不是，我跟你讲哦，大数据分析是这样子，就是说，假设我们农安街这边有医院，就是有 match 到医院，这个新生北好有 match 到医院，好，我就分两种，有 match 到医院跟没有 match 到医院，我就去看有医院有 match 到医院的它的这个群组，这个 group， 它的房价一直在涨，你听得懂吗？这样就可以做到符合你刚刚所想看的。而且最好是不是大型的医院，交就是说医院分级嘛，是大型的医院才不会因为是什么疾病的种类，然后你是小儿科或诊所那个，那就是不适用于那种普通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分级，大家都。碰到紧急的事情都会去的医院，或者是说照顾啊老人家的或病痛一定会去的那些医院，会比较有参考的标准。那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用诊所来 match 可能会更好哎。真的、哦。就是诊所数越多啊，也不对，因为有些那个路段太长了。像我们跨区，我们住北投。捷运站一上去，我可能直接就是台大医院，说不定。那我问你，荣总你应该算哪几个路段？所以这样子其实是不好算的，其实那样对，其实不好算的。荣总大型医院是跨全国的那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了不起可以说，这个行政区有三家医院，那个行政区有几家医院，然后去看说行政区的医院数。是不是跟行政区的房价有影响？对啦，对，是这样子看比较。也许啦，可是我是要告诉你，这是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在做的事情，你还是要先去思考哦，因为你要。想出例如说三个题目，这都是跟要写函数是有关系的，一定要教他们写函数。视觉化分析完毕之后，还有好多是可以来去做分析的。你不要以为说你看了那个仪表板，你就可以真的理解。例如说好了，假设我想要去看哦，有服药50岁以上有服药的这些人，然后他是不是跟没服药是不是有差别？因为我们都讲说脑中风跟慢性病有关，那50岁以下没有什么慢性病啊。你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哦？我跟你讲，
在台湾我不知道，在美国跟在中国大陆，房什么东西把房价弄高？学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不管是美国或中国大陆，一讲到房子，他就想到他的学区。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配套设备，当然医院是配套设备中间的一个，那包括超市，包括你到附近有没有公园可以走到，这些都变成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生活机能要好，像你们都是夫妻俩都做事的人，如果附近有饭馆你可以去吃饭，变成你很重要的因素，超市可以买菜的。好了，像这一个就是桃园，因为我家住桃园，所以我比较熟桃园。然后你看桃园才16万，台中17万，嗯，台北我的认知，它从64跌到61，我觉得那不算什么跌，嗯，因为它已经太贵了。对，反正哪一个时段的年轻人都觉得那个房价是很高的，当然，对吧？你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认知。好，那你看桃园的地价，它是在逐年在涨，而且它在这个地方，假设我关心的是我想要那个买芦竹跟大园，所以去看一下哦，桃园的房价颜色越深的，代表房价越高。那其中以北桃园，这是北桃园。这边是南桃园，它的颜色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北桃园比较高，离台北近啊，对，因为离新北市近，几乎生活圈都蛮接近的，回龙、丹凤跟那个龟山其实是联合连结起来，那在这个地方北桃园这一块就让我们觉得说它应该有机会再上来才对。好，那大园没有上来，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讨论的。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哦。这是从桃园来去观看这件事，然后可以再发现说，桃园的那个房屋买卖，它这边还是以那个就是房地加车位这边所形成的那个交易标的为主，然后其中。交易最多的居然是大园区，这个，可是大园刚刚讲这边它颜色就是不够深，为什么它交易很热络？因为可能单价低，比较便宜，可能啦。但是这样一直持续发展，你看已经高过于桃园了，那当然相对有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下，那桃园这边到底什么在涨？桃园的土地。桃园区的土地在涨，反正我只是要特别强调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去做的就是大数据分析，针对地价的部分，我们在做就是这件事。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年轻人，我要去买房子，那我可能就会先从这个地方开始找起，然后发现这边这个大园它后市一直在涨。所以应该是可以考虑去买这边的。好了，那反正就是画这些图，你去看，真的桃园又跟台北不太一样。你看它就集中在这边左右来去变化，就是只有计算次数，就是它的单价基本上不会上下震荡。这大概就是房地产的特色，就是热不热络而已，无关那个单价的变化。交易次数多，可是价钱没有涨。对。那不过这是这几年，因为2013年到现在，很可惜就是说没有更早之前的，如果有更早之前那就更好了。我还想要给你们看一张图啊，就是看完这张图，我们就要准备结束咯。我想给你们看的是一个政策的拟定啊。
跑去哪里了？啊，这张，我想跟你们讲哦，就是说，这是癌症的初发生率，它是用每十万人口里面，会发生多少人次来去做计算，从1979年开始，这是1980年，1979年一直到2015年，这么长的一个统计资料，其实可以发现哦，在这个点之后啊，这些是我去预测出来的，就是假设我拿这些资料来去做预测癌症的初发生率，然后算出来其实是这个样子，这你看嘛，是不是在逐渐的增加，逐渐的增加，它应该是讲这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哦，这边实际真实的发生，它其实是比初发生率还要高，那代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实施了一个很好的有具关键影响的政策，那就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险。这样可以了解哦。那我要教他们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够有机会拿到大数据，我们其实应该，因为是公家机关嘛，我们应该是拿到这些大数据，然后去看看我们的知识或者是讲问题点，看到了什么问题点，我们来想办法来去做一些政策的拟定，然后才有可能就是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是来学习大数据希望做到的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增加，是因为有了全民健保，去就医的人多了，是不是这样？癌症初发生率哦，因为癌症这种疾病是跟年龄是有关系的，然后就是说平均余命一直不断的往上增加，所以变成一个人可能一生只会得一个癌症，有机会因为他活得够长变成两个甚至三个，所以癌症的初发生率就是一直不断在往上增加了。可是我的意思说，你的 prediction， 你的预测跟实际发生是有区别的啊，对对对对，差很大哦。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啊，就是因为全民健保，对，全民健保给人家一个机会去医疗的机会。因为这个影响是癌症发生，就是变发生数在增加哦。癌症发生数，我不是要讲它好或不好，是我只是要讲说，癌症发生数在逐渐上升。没有错。为什么上升？是说是不是因为有去检查才知道有得癌症？以前的话，因为就医那个比较昂贵，所以呢。也啊，还有那个观念上也不想说，我们老一辈人就说，不要去检查，检查不检查都没事，有检查都有事，就那种观念。可是从了那个之后呢，大家比较乐于去检查，然后也便宜嘛，这样，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才是容易，因为癌症是要常常都是要检查出来才知道，对，啊，不然不检查。因为我觉得还有就是很多原因，像2000年有推行预防保健，对啊，就是鼓励大家其实从这一年开始就已经有了，怎么子宫颈抹片，它已经检查了30多年了，它不是只有这几年，是说2000年是预防保健元年，就是检查鼓励大家先去做预防，然后检查出来。就也会让这个癌症发生数会越来越多。对啊，对啊，对啊，这个跟台湾的这个 COVID-19 一样，台湾不做普检，我讲真的啊，因为没有做普检，所以说很多人回到他的侨居地的时候，就被查出来是发的。这个跟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个啦，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因为，就像你说，以前我小的时候闻癌色变，就是觉得这是绝对会死的病，那通常都是发了病才去医治。那现在你有了健保，人家就会去检查，检查的时候这个看起来数目就往上增加，有没有比原来更增加？它的这个预测 prediction 在下头，可是真正的发生在上面。有了健保之后，大家去做了检查之后，对，主要是因为有过检查，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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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一样的道理。那跟筛检其实不一样的，我不太一样的。我另外觉得说还有，因为反正现在全民健保嘛，因为以前看病很贵，对呀、啊，我觉得现在反正我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去看看医生也好，又不用花好像150块钟就可以看病了。而且因为就医便宜很多的，比如说你认为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去看医生之后才不其然的发现，啊，那是另外一种疾病，是另外一种问题。是，反正就是说就医的成本很低，是，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才容易去发现是问题。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哦，就是买房子哦，买房子那个成交交易日期哦，你要去看那个月，就是农历七月，也就是八月，看那个房价有没有下降，平均交易单价，你就会知道，那就是一个知识点。台北不信这一件，连桃园都不信了，就是像这个地方，你看桃园哦，只是我现在在往下探。这边逐渐往下降，并没有看到什么八月特别低，只是这边七月到八月稍微有降下来一点点，可是八月到这边都特别低。我现在我只是要讲说，我们要针对那个有些是店面，有些因为有些人忌讳，嗯，是，但是现在好像感觉越来越没有忌讳，能够反正还有人刻意挑只要房价低的那个时间去买。那我觉得说观念都在改变，就像刚刚我们讲，也许哦我以前看病很贵，现在我这么便宜，那这样有点不舒服，那我们就去看看病，结果不检查还好，一检查就发现罹患什么癌症。